Hello，Hello，恭喜仔仔。那个师傅好厉害，这个车上还有人去顶他。娜娜还是在吃，没吃吗？没吃吗？太晚起来，八点多才起来。你们还要去吃早餐啊？几点起来啊？7:40。很早哎，我8:40才起来。你8:40哈？那你没吃是活该。我竟然第一天就被队友骂活该。昨天我们有一个队员来的比较晚，还没有给大家认识，就让他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Yumiko， 然后我是一个那个超龄萝莉，然后那个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摄影工作室，还有二次元 cos 道具之类的。所以中途中你们要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回去做了送给你们。我是一个容易爱幻想，然后爱矫情，尤其是状况特别多的重度晚年资深超龄美少女。就蛮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讲话都是这样子讲的，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。哇哦，哇，这是一个好卡哇伊哦。我比较担心她上山怎么办，她没有带装备。这是给你的提供的那个托包，然后那个你的装备呢，你先打开我看一下，主要是重要的东西。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整，非常非常急，然后就说等一下哇，它里面都是一些非常可爱的，还有高跟鞋啊，小蓬蓬裙啊，那种非常多新奇古怪的东西，就没有让任何人感觉他要去登山。反正就是一点没有徒步的样子，就是属于那种沙滩旅游的这一类的装备，真的感觉很崩溃。你的睡袋没有带？对。冲锋衣没带？对。冲锋裤带了没有？没有。登山鞋没有是吧？对。帽子你的？帽子有很多，就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其实我觉得两个箱子里面带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你认真想想看，几乎都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然后我大概挑了的东西是手套还有冲锋服什么的，结果最后走的时候太匆忙，都连装都没有装到那个箱子里面去。你是今天才到吗？昨天晚上到的。哦，让他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昨天的艰辛历程。反正就是昨天就是很神奇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低成本的搞笑剧？就是你一出门就是鞋子坏掉，车子爆胎，然后你到机场就会发现你迷路了，然后走错航站了。我这人真的有毒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我出门就会一定有很多问题，然后就导致了就是改签，然后再改签，然后再迟到，然后再找不到路，然后再那个什么的，他还有晚点。我们改签那个2点的飞机。这架飞机坏了，它没有办法飞来上海，请你们耐心等待，等它飞来上海。没听懂，我是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反正大致意思就是误了2次航班，对吧？很吉利的一个数字，那个差不多有六次吧。来签你，然后我就一直等。我觉得，哎呀，哇，这，哎呦，真的，我很怕听到女生是那种娃娃音，我觉得沟通不了，我逃避她。就这样。哇，为你的坚持，都很感慨的。没有，我怀疑是那个航空公司的老板的儿子想追我拒绝他了，所以他故意这样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进山前的最后一泡，啊，泡温泉。天哪！那还在躲在后面做手工艺？对呀，第一次做这个。你要穿吗？我不要。你要穿我？感谢。我可以让我同事寄一套过来给你穿。那个号码不对。我带了针线包啦，然后缝纫机啦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可能坐车很无聊嘛，你再做做手工啊，就我个人爱好嘛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下车以后去泡温泉，但你们洗漱要用的就行了。
泡一泡，洗一洗，进山了以后就没法洗澡，没法洗头。保守了好吧，泳装都不穿，全穿一些短袖就来泡澡了，就这辈子没有这么素的泳池过，太爽了太爽了，看不下去看不下去，与其说失望不如说惊讶好吧，就啊有人泡温泉穿这样，觉得真的是太保守了。先穿个浴袍，然后我说娜娜不穿个潜水衣出来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们，结果她真的穿了一件潜水衣出来，你知道吗，我就好，我就好，我不是说我觉得穿比基尼不好，而是因为我对我的身材没有到一定的自信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会穿，最后穿了一个那种运动品牌的大裤衩，然后跟一个 T 恤。红酒池，等一下他我们是可以下了吗？可以下了呀。OK，你们也可以去啊，为什么不一起呢？来一起啊！哦哦哦！哇！这我在想会不会被染死？你真的就穿这样子啊？对啊。就我们几个真的是，老板失望了。这样，老板失望了。我们为这个节目的收视率。我以为我们公司年会那个算很保守了。结果来这边发现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已经很 OK 了，结果我一脱了四个还是身材最烂的。哎，你们现在年轻男孩都不健身的吗？没有特别胖的，但是就是八块腹肌那种啊，我一开始也就没期待了。这个画面，口红是不是要打？好好笑，穿了红酒的脚，吃着巧克力口红，太热了。再泡下去要中暑。我们换一个，换一个吧，换一个吧。换一个，这好帅。哎，我们几个时候不输了，给人泡上一个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两个碗，我也跟那么多。是不是？哪有没中过？回来，回来！我不喜欢这个水。那你喜欢什么水？是心中的天堂，谁把思念画一双翅膀，敞开你胸。马上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若丁山。哇，还有只大狼狗，好有型啊这个狗。东西老师跟我走啊，这是客栈的老板阿布，
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螺沟坐地摊七号营地，我是这个地方的营长，叫阿布。阿布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天哪，好可爱那个小木屋。这是我们的山景房，天气好的话就会看到贡嘎，四川最高的雪山。特殊的荡秋千手法。哇！来，希拉过来。哎呀，希拉！哎呦，你别看你主人，别看你男朋友。坐，坐，坐 ，sit。亲他一下，宝宝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羊吗？是牛，小牛。哎，别跑啊！我没有要伤害你们，我跳过去。怎么会这样子？那娜这次好像比较勇敢，能摸吗？哇，我摸的，它好乖哦。是啊，大的不怕。那羊好可爱哦。它是奶牛吗？羊好可爱哦。奶牛应该是黑白的吧？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自助烧烤。哇 ！BBQ。我来穿玉米吧。我也穿玉米，好想吃哦。金菇怎么穿？我不知道。我来，我来，这个这最麻烦的呀，然后就是一根根这样从中间插过去。哦，我针线活，你应该很擅长吗？你们把金针菇留给我也行。音乐开始了。Kiki, do you love me? Kiki. 黄老师就是一直在默默做事情。都是九零后的小朋友，团队里面原来是我年纪最大的，就好像一个哥哥，我需要去照顾一下他们。要不要跟我抓鱼去？哦，去抓鱼。我们叫大海。我还以为说什么大海呢？哪有大海呢？这里哇，你看那边，那边好大，我天啊！我们想吃鱼在里面抓的。那边，那边，这，哇！哎呦，歪了一点点，那儿条。哎呦，哦，跑了！这，你面前，哦，这，吃个鱼不容易，吃个鱼不容易啊！哎呀，脱了鞋我下去算了。Really？ 哎，待会儿鱼是不是有我们的脚味的？对。喂，真的，你胯下走了，这鱼肯定不在那边了吧？这我就是按住了那个鱼，然后把手插到那个鳃里边把它搞起来。喂，我又摸到了，这。Hello， 大家欢迎，欢迎登录本节目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、优酷观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。他们在上面上烤啊，好，我叫朱振廷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东西的。徒步的话，就是环境可能比较艰苦一点，虽然我不爱运动，但因为可能因为经常跳舞原因，所以运动是还蛮 OK 的。Hello， 哎，来介绍一下咱们的新伙伴，朱振廷。你们好。喂，我又摸到了，就在这儿。坐这儿，往前。小心脚。你会不会怕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你？毕竟我们的节目都是随便犯住的，上面还印着我的头像，应该不至于不认识我。不认识，不认识他，我只认识那节目其他几人。先捞一把，小心脚。欢迎，嗨，你好。是
正廷哥。啊，嗨，我是娜娜，我认识你其他的队友。娜娜以前就遇到过，就还蛮好相处。这边的主人叫阿布，这都是他搭的房子，等会儿给你介绍一下。OK。迎面走过来，就我们叫他老板。你好，我叫 Rudy。我叫朱正廷。哦，朱正廷。这个是男的。那个卷毛的哥哥叫他袋鼠。Hello， 我是 Cia。啊，嗨，你好。这是我们的黄哥哥，黄老师鲨鱼哈，黄老师。现在没空，现在没空。可以叫他波波。Hello， 是因为我叫云灯。云灯。所以就叫你朱正廷吗？太生疏了吧。婷婷，叫婷婷。婷婷。婷婷会不会太那个女孩子？英文名字有吗？有 ，Cia。跟我有点像 ，Cia Cia， 小小分不清楚。娜娜还蛮去照顾，因为我一直在那边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很难融入这个集体。哎，那怎么西友对，叫我波波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的。要不就这样。要来个 breaking， 快点。这歌不适合跳舞啊。现在舞，待会儿表演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叫朱正。朱正廷，可以叫西友。袋鼠，加西柚，你好，西柚，我觉得袋鼠应该跟你一样，低趴一点，好吧 ？OK。哎，小猪，来，来解小猪。小猪，怎么了？啊？把解开是吗？对啊，待会儿你宰哦。我宰吗？哦，对啊。朱正廷宰猪。你宰吧。朱正廷宰猪，好美的画面。它不会掉吗？会。先解一下。旁边的几个留一下。对。小心点，待会手会变黑哦。啊，没关系是吗 ？OK， 好。对，摇一下，轻一点。要不你帮我们摇，我们两个来，你过去。小心小猪掉下去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口水！哇，朱正廷在那边，哎，很适合你。朱正廷在刷烤乳猪。哎，快把刀拿过来，宰猪了，吃猪啦！开刀吧，我要怎么把它切开还是切片？你可以把大切八块，来吧，我们现在宰吧，小心手啊！哇哦！拦腰折断。我们学舞蹈的爆发力就是不一样。你要想着你心里面最恨的人。你这来，崩我一脸。其他已经按捺不住了。其他，很完的骨头给你啊。要不我来，骨头硬的我来。是不是刀已经？哦，朱正廷搞的。Oh my god！ 他一砍那个刀坏了，这需要用心去掌握那个力道跟节奏，才能把刀砍断。广东话，斩崩刀，就是这样了，斩崩刀啊。哎，这可以吃吗？怎么会黑黑的？谁吃排骨？来，我的同房你先吃，应该 OK 了。这个老板先吃。给大家准备那个随便冰淇淋。哇，你代言人，你很专业啊！对对对，来，我们代言人亲自发冰淇淋了哈。很奇妙，就是照片上的人在我面前，是不是？